觉得说一个人就是你很边缘你很孤单，但不是，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我们大家都需要一点自己 personal space。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，今天就是影片想跟大家聊聊天，那就聊一聊一个人要怎么好好生活。你越长大之后你会越发现，人虽然是群居动物，但是你常常有时间要一个人跟自己相处。那不是说一个人就不好，有时候反而在跟你自己相处的过程中，你会找到自己，更加对自己有自信，甚至更了解你自己，可以帮助你在未来找寻伴侣或者在工作事业上有更大的突破，还有学业上你可能也会更有启发。你不要觉得说一个人就是你很边缘你很孤单，但不是，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我们大家都需要一点自己 personal space 来了解自己跟自己相处。那我觉得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可以慢下脚步去体会你身边的事物，你可能会发现生活不一样的美丽的地方。我连续两天都是自己一个人玩，每天都在想我可以怎么做影片，然后刚好就自己一个人玩，我就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虽然会孤独，虽然会寂寞，然后虽然有时候你会突然可能在夜里吧你会很想哭，但是多半的时候你可以学习着去照顾自己，了解自己，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当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你就有可能遇到更好的那个他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好像是个废话影片，有任何人想看啊。Hello 大家，今天是我来纽约的不知道第几天了，好像明天是最后一天，然后我就开学了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要去 K-Town 那里吃个饭吧。对，我又是自己一个人。好，你就跟我一起走吧。最后一天啦，所以就算是一个人，我还是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照顾自己。那我现在打算，现在11:10，我打算去吃纽约早餐女王，是这样吗？日本好像很有名吧，然后台湾有店，那我打算在纽约吃一次正宗的看看，因为我没有吃过。然后现在过去那边要20分钟，我要打地铁过去。外面在下着毛毛细雨，可能纽约也很舍不得我要走吧，但是我会再回来的这座美丽的城市。真的，纽约让我又爱又恨，就是很喜欢它有不同的文化，有不同的风情，但是它又很繁忙，然后又很脏又很乱，就同时就是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嘛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走吧，我要去 Central Park 那边，拜拜。
半，昨天2:30才睡的，现在要去机场，要回去玩。哦，好冷哦，天哪！好了，希望能够顺利，等等给你们 update。